下面的问题是：弟子有位同修受菩萨戒已多年，现在一到人多的地方啊就难受，甚至于连寺院都不能去。为此他非常难过，因为毕竟是凡夫，不能不接触大众。请老法师开示。这个是他有业障啊，希望他呢多读经，多听经。啊，多拜佛修忏悔，啊，要忏除业障。